前你不是常常在人说不爽快，要看医生，而且阿辉有在线上把你预约好了啦，富康巴士也来你叫好了咧。阿公早。先起来。爸，你看，你才刚量完血压，我的手机就收到数据跟资料嘞，还直接存在 APP 里面。是啊，以后要找啊，翻一下就有，都不用再另外抄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不错不错。我吼最近啥物件拢食袂落吼，啊，规身躯感觉拢无爽快。医生拜托一下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身体是不是都要出问题啊？哦，江爷，我带你看你的受力啊，你的血压是看起来拢是较稳定的啦。所以可能是因为天气最近拢较热嘛，烧热，所以变讲你胃口食袂落，可能就是安尼原因。老魏，我是今天是跟弟弟牛血压甲食药啊。我讲无食吗？一定有食，无我手机还提起呢。是哦，你也袂记哩啊。智慧沉香，用科技为长者打造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护。